一个优质的男朋友怎么能不会做芦荟胶呢？我买了一个有半个人高的库拉索芦荟，其他品种的芦荟不可以这样做哦。先把边上削掉，撕开它的外皮，底下的那层不好撕，我们用刀划开，切成小丁，放进清水里洗去大黄素，这一步要多清洗几遍，倒入破壁机里打碎。这个时候一定要有耐心，让它慢慢的过滤，加入一点玫瑰纯露、凝胶形成剂还有抗菌剂，不停的搅拌20分钟，然后静置上2个小时，它就会变成这样冰晶透明的状态。倒进罐子里，用的时候记得在耳后测试一下会不会过敏，冰冰凉凉的，晒后修复特别好用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吧。